山的呼唤，云在共舞，生命电视庄严生命的风华。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进门正说有三段，就是法说一周立善根，比喻说一周立中根，因缘说一周立下根，方便评一评，就是法说一周之一，比喻评、性觉评、药草喻评，跟受四大弟子记，这就是比喻说一周，都已经讲过。第三，因缘说一周，因缘说一周立下根，有三品经文，就是化成玉瓶第七，受五白弟子记，跟受学武学人记的第八第九，这三品经就是因缘说一周立一下根人。在灵山会上佛说法华经的时候叫做下根，比起我们现在来，他们是上之又上啊，几千万个上啊、那么不是，你不要听到这个下根就瞧不起他们，因为跟我们差不多，差不多这相差很远啊、他们那个时候叫做下根，那是跟舍利佛等啊比较起来称下根的，与我们比较起来，我们比他相差万分还不止啊！所以这个因缘说一周立下根的经文呢，分两段。第一是正说因缘，正说因缘就是化成玉瓶一瓶啊，就是第七瓶的全品经，就正说因缘。到上次讲完，现在是讲第二，就是。受下根记，受下根人的成佛之记，有两品经，就分为两段。第一，就受千二百人记；第二，受二千人记，就是后边的受学无学人记评。那么现在就先讲第一，五白弟子受记评，第八。就是受下根记的第一段，受千二百记，经文在第201页，就是第四卷开始，第201页，妙法莲法经贯科第卷第四，妙法莲法经五白弟子受记评第八，这一瓶经里面呢，受记受下根弟子记啊，是受的1200弟子的记别，就是平常说的1250人呢、在这一品经里面都得到受记，但是为什么叫做受500人而不叫做受1200呢？因为后文呢、500弟子就是500阿罗汉，我们平常说的500阿罗汉，这五白弟子啊，
受记的成佛的名号相同，同时他领得到受记之后啊，灵觉，说明他得记欢喜的这个一周一，啊，醉酒在亲友家里，亲友给他一个宝珠啊，缝在这个衣服里面，一周一，也是这个五白弟子代表而说的，那么因此啊。就叫做五白弟子受记品，啊，实际上得记的是1200，啊，1250人啊，统统都包含在里面的，啊，本来是受1200人记，而因为这五白弟子，是同时受记得到相同的名号，又同时说明他临解的道理，说一周一。因此啊，就叫做五白弟子受记品。手本来这个字正确的音应当是念着手吧，就是传手佛，把将来成佛之际也传手给五白弟子乃至1200人。越站在五白弟子1200人这边说，那就叫做受，领受的受，叫做领受的受。站在佛那边是熟，传熟的熟；站在弟子这边是受，接受的受，接受佛的级别，将来成佛。所以这里是越佛讲佛，把将来成佛之机呀、啊，手传熟给五白弟子、1200弟子等，所以叫做熟记品第八。今有28品，现在次序排来呀、啊，这是第八品，前面化成一品是第七，这是第八，所以叫做五白弟子受记品第八。品题文字很显明啊，就是五白阿罗汉得到成佛之际，所以叫做五白弟子受记。弟子两个字，学在思后叫做弟，解从思生叫做子。不要看到弟子两个字望文生义啊，以为是小弟的囝哦，弟弟吗？弟弟小弟子啊，好生啊哦，那么小弟的囝侄子啦，列弟啦哦，以为是侄子，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望文生义，这样解释呢就笑话了哦。所以这个弟子啊，就是越他的意义讲弟啊，学在思后，弟是后的意思啊。您所学的法，所得到、所了解、所学习的，都是从老师那边学来，而你所了解的是在老师之后啊。所以这个弟就是后的意思，你所了解的是得到老师开导你，你才了解。是在老师之后你才了解的，所以叫做弟。而既然你了解的道理是从师长那边生来的，师长教导你，老师教你，你才得解，这好像父母生的儿子一样，所以因此叫做子，解从师生叫做子啊。那么这就所谓前面舍利佛所讲的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所以叫做子，有子义啊，好像世间的父母子女有子义，所以叫做子。所以因此啊，门徒为后辈的对师长就称弟子。那么这五白阿罗汉通通都是佛的弟子，现在这个弟子两个字是对佛讲的。这五白阿罗汉都是佛的弟子，他们修行正果呀，都是佛领导他教他啊，他依佛法修行而正果的，所以他是佛的弟子，因此叫做五白弟子。五白阿罗汉通通都是佛的弟子，现在在法华会上化成玉瓶说完之后，为他们受记将来成佛，传授给他们将来成佛之记，
所以叫做五白弟子受记评，这一品经是说这一类的道理，所以叫做评。那么次序排来就是第八，这是品题。而这一品经里面呢又分两端，第一首满慈子，第二首千二百人，就是下根人呢以富罗罗做代表啊、那么因此就先单单为富罗罗受记，因为为富罗罗受记呀、同时也要显示出所有阿罗汉弟子们的他的根本的来历啊、显本呢、这里先显弟子之本。那么为了要显这些示现在佛法中帮助佛法的那些声闻弟子之本呢，所以单先传授富罗奴的这个将来成佛之际，然后啊总为千二百阿罗汉受记所以因此就分成这两端。现在就先讲受满慈子的成佛之际那么受富罗罗的记又有两端，第一续末临劫，第二如来受记。第一段的续末临劫啊，是结集经的阿罗汉当时加上去的文字，就是把当时佛在化成一品说完之后要为富罗罗受记之前先以文字表达出富罗罗当时他想要请佛受记，但是他没有用文字表达，没有用语言表达，那么是心里默默的在想，希望佛能够啊由他的灵解的这个阶位啊给他将来受成佛之际，将来成佛之际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为他受记，所以就是续末临劫。续是经家续词，结集经的人叙述出来的当时的实际情况那么当时富罗罗他没有用言辞表达这个临劫跟请记的意思那么是心里默想，所以叫做默临劫心里默默的临劫没有表达出来，但是佛有神通，有他心通，了了知道富罗罗内心的这个所期望的所临劫的那么因此第二就如来为他受记，叫如来受记。为什么叫做受记呢？受叙述，叙述富罗罗的本事久远的本事那么同时为他记别，因此叫做受记，不叫做受记先叙述他的本，然后为他受记，所以叫做受记。先讲第一段续末临劫末临劫里面有两段，第一续其得解欢喜，叙述当时富罗罗听了前面三周说法之后他内心的欢喜实际情况，临劫以后欢喜的情况，所以叫做续其得解欢喜。其指富罗罗得到了悟佛说法的这个道理临解之后他内心的欢喜之情第二续其默念临解，叙述他心里默默的这个心念没有讲出来，心里默默心念他所了解的这个对法法的道理诸法实相之理他的了解情况，心里默想没有说出来，所以叫做续其默念临解，心里默默的在想念他所临解的道理。现在先讲第一段经文，而使富罗罗尼多罗尼子从佛闻是智慧方便随意说法，
又闻受诸大弟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复闻俗世因缘之事，复闻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得未曾有，心境踊跃，即从坐起，到于佛前，头面礼足，切住一面，瞻仰尊严，目不沾舌。这一段文就是第一段，续其得解欢喜。叙述富罗罗得到临界之后，他的内心欢喜之情，所以叫做续其得解欢喜。现在按照这个文字啊，我们顺着这个文字啊来做个简单的解释。儿时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就是化成玉瓶说完以后啊，化成玉瓶说完以后，富罗那已经真正了解佛出现世间的一大事因缘啊，要众生成佛，要众生体悟诸法实相之理，这个道理他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出来礼佛，希望要表达他所理解的，同时期望佛能够为他受记。所以富罗罗弥豆罗尼子，这是这位尊者的名字啊。富罗罗本来是他的父亲的名字，翻成中国话叫做满愿，满愿啊。他生了一个儿子啊，是个男孩子，满他的心愿，所以因此就替他取个名字叫做满愿，后来就简称一个满字，愿字略掉了。弥多罗尼是他的母亲的名字，富罗诺的母亲的名字叫做弥多罗尼啊，翻成中国话呀、就叫做慈女，慈女，慈悲的慈啊，那个尼呀、比丘尼的那个尼字就是女的意思，男女的女啊，就叫做慈女，这是他的母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叫做慈啊，母亲的名字叫做慈，所以叫慈尼。那么因此这个名字是把他的父亲跟母亲啊所有的名字连起来做他的名字，所以富罗诺就叫做富罗诺弥多罗尼子啊，子是中国话啊，是他们这两位啊的儿子啊。那么因此如果以中国话来称，他就叫做满慈子了，满愿慈女之子了，所以叫做科曼里面叫做受满慈子，满就是富罗诺，慈就是弥多罗弥，这是他的父亲母亲的名字啊。这印度的人呢、那个时候的人很有意思的，都喜欢呢把这个父母的名字做他儿子的名字，单用父名或者是单用母名都有了，例如舍利佛是用母亲的名字做他的名字啊、现在这一位富罗诺尊者最特别的是把父亲母亲的名字连起来做他的儿子，他是满慈的儿子，因此叫做满慈子。我看到这个尊者的名字啊，我老是会这个动凡夫的念头啊，这样想，我说好的，这位尊者呀他出家了啊、假如他不出家的话，他在家结了婚了，生儿子，看他怎么取名字啊，怎么办了、他总不能说是满慈子子吧啊，再一直直下去吧啊，他不能叫做满慈子子、所以好的他出家，也许他的父母知道他会出家取这个名字啊。那么这是满慈子，就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十大弟子之一，我们平常说佛的十大弟子，舍利佛、目犍连都在里面，舍利佛是第一位，富罗罗是十大弟子之一，其中之一啊。而富罗罗在佛弟子当中是说法第一，后边就有说到的啊，所以在佛弟子当中是十大弟子之一，是说法第一的弟子的。那么既然他是十大弟子之一又是说法第一，为什么排在下根呢？他是表演下根，他在这个舞台上他是表演做下根的角色
啊、嗯。那么虽然他是十大弟子之一，可是这里他扮演啊、嗯、这个下根的角色在舞台上，啊、嗯。那么现在在临山会上，他是表演啊、做下根人，来领导下根人修学佛法，嗯，在临山会上得到。这个诸法实相之理而开始悟入佛者之见，那么他是带领的人是权限、权巧方便，不是事实，他不是实在的下根，也不是实在的声闻，在后边经文呢、啊、都有一详细的说明的。那么这是他的名字先列出来，然后啊，就说明他当时临解的情况。从佛文是智慧。方便随意说法，这一段呢、啊、简单说就是叙述富罗农听过前面的方便品，跟这个比喻品上中二州的说法，他领悟了，领悟到什么呢？领悟开权显实之理，法华所说的妙法莲法经说的道理总不出开权、显实、会三归一，权就是三圣，一就是一佛圣，就是实。他听到法说跟比喻说这两种说法当中，所有开三显一的道理啊，他体悟到了。智慧两个字，就是他领悟到方便品跟比喻品所说的这个开权啊、所显示出来的实的道理。领悟显实，啊、由他说法第一的微妙智慧领悟到佛说的实的道理，啊、诸法实相的实理，他体悟到了，所以叫做智慧。方便跟随意说法的随意，这四个字就表现出他听到方便品跟比喻品啊开权的道理，权。三圣的方便，对于这个方便的前说呀，他完全了解了，所以叫做方便跟随意说法。他有智慧体悟一时之理，他又有智慧体悟到方便的前说三圣法，这是佛随众生的机宜，随众生的根基时宜而说的法。所以叫做随意说法，也就是说随他意宜，随众生的意而说的，权巧方便，那么随众生的心意而说的开权之法，三圣五圣等，他都了解这个道理了，所以叫做从佛闻是智慧方便随意说法。又闻受诸大弟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是他领悟到受记品的道理，领悟到比喻品的开头佛为舍利弗受记，领悟到性解品药草喻品之后为四大弟子受记，他领悟到上中二州受佛弟子记，上州受舍利弗记，这个法说一州受舍利弗记，喻说一州受四大弟子摩诃迦奢、迦赞元、须菩提跟目犍连，受这四大弟子的成佛之际，他领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又闻受诸大弟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诸大弟子就是权，阿耨菩提无上菩提就是实，这也是了解开权显实之理。大弟子们从前一向都认为是阿罗汉，那阿罗汉是权，不是真实的，是方便的，是权，是世宣的。现在佛给他受记，将来都能成佛，所以这是实，已经证到实相，将来就近成佛，所以这也是明白了，体悟到这个权实，这个微妙之理，所以叫做。受又闻受诸大弟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那么这是闻受记而升起的了解，了解到开权显实之理。
福闻俗世因缘之事，这是刚刚听到的化成玉瓶这瓶的了解体悟到的道理啊。那么就是前面的化成玉瓶里面所说的俗世因缘，俗过去从前呢啊，过去久远之事，佛做行菩萨道的时候做菩萨沙弥啊，那个时候就为弟子们种下这个大菩提心的种子啊，结下的缘，说出过去式的因缘是在化成玉瓶刚说过的。那么他体悟到化成玉瓶之理，了解到化成玉瓶里面所说的化成呀、保锁呀，化成是全，保锁是实，也是一样的，体悟开全显实之理，这是在化成玉瓶里面所体悟到的。所以叫做福闻俗世因缘之事，福就跟前面的又字相同的用意是相同啊，又听到前面化成一品所说俗世因缘之事啊。那么在俗世因缘里面先说明众生都能成佛证无上道现在说法华经是显实那么过去生生世世都以师以弟子都同生一处来开导弟子临开示弟子们如法修行如果退大而入小的，也以小法全巧方便引导他，那么这就是全也是闻道开全显示之理而体悟到化成一品所说的俗世因缘之事。福闻诸佛由大自在神通之力，又在听到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无论是哪一尊佛都有大自在大神通大伟德的力量诸佛就是总之在方便品开头讲的，方便品一开头所讲的过去诸佛、现在十方诸佛乃至未来诸佛通通包含在内那么从前诸佛也是一样的，先开权后显实，与现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差别，没有两样。这个所谓自在就是指过去在大通智胜佛前佛为十六王子的时候做菩萨沙弥，一直到今生示现成佛那么他所教化的无量千万亿处众生那么发大心能够相许的，以大法开导他，大心不够深退大而修小法的成为声闻人的，佛也是全巧方便引导他，慢慢的到现在的法华会上让他能够体悟大法那么从做菩萨沙弥那个时候，从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生生世世没有停止，没有休会这不就是大自在吗那么这么久的时间一直到现在，他犹如一日，好像一天的工作一样，并不觉得久远那么生生世世就是这样子培养这些弟子们的善根，一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在度这就显示佛的大自在力如果没有大自在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种的殊胜功德又用他的专一体心通达一切诸法来做度化众生的全巧方便，那么这都是他的神通的表现那么每一个众生都要使令他渐渐去入于佛道由凡而圣，由小而大如果没有大神通之力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叫做诸佛都有大自在大神通之力那么现在说的是越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说，从大通智胜佛做菩萨沙弥一直到现在生生世世度化这些众生，到现在乃至近未来际都没有修仙。
那么因为前面三种说法他体悟到这些道理之后啊，得悟一层油，他今天所得到的四十几年来还不曾得到，未曾有，不曾有过，也没有过哦，这么好的利益从来不曾有过，这是叙述他的内心欢喜，内心灵解得到的欢喜的实际情况啊，从来不曾听过开权显实之理，今天得到了啊，这是第一次闻到，所以叫做未曾有，得到这个领悟的境界从来不曾有过，在未曾有。那么既然得到这个未曾有法，你想想他的内心欢喜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心境踊跃，心地清净了，烦恼断了，心地清净啊，所以叫做心境啊。因为他能够闻法的时间当中，除去对于法执偏爱涅槃的那种法执，因为声闻人呐、正道偏真涅槃，他就念念不舍执着这个涅槃呐、所以由这个涅槃的法爱，现在闻到前面三周说法，把这个爱涅槃的这个法执啊，把它去掉了，破无明惑。而正法身了，所以他心地就清净了，心地清净啊，突然之间心地开明而清净啊，高兴的要跳起来了，踊跃，踊跃两个字就形容他的欢喜之情啊，欢喜的要跳跃起来的情况，所以叫做心境踊跃啊。那么踊跃欢喜的用意啊，就是显示他已经开佛之见，听过前面三周说法之后，现在他已经开佛之见，得到法乐的欢喜，所以心境踊跃。那么这个心境踊跃的他的得的法喜的欢喜之情啊，也跟前面上中二周的弟子们得法欢喜的情况的心情完全相同的，所以叫做得未曾有而心境踊跃。前面都是叙述富罗诺他的内心闻法欢喜的实际情况，所以叫做金家叙悟啊，结集金家叙述他富罗诺当时内心啊领悟的实际情况。现在他希望佛来给他显本跟受记啊，那么同时利用这个机会要表达他临解之后的期望，所以他就从他的座位起来了，即从坐起，要请罚不能坐在那边，所以随时从座位起来，这个机制就在儿时同时你不要看文字那么长两三行啊，那么过了才记啊，这个记就在儿时就记了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因为文字不能同时表达，言也不能一时，所以他在化成一云之后啊，他领悟了，随时就从座位起来，来到佛前啊，礼谢于佛，所以就在前面那个儿时的时候就已经即从坐起了，但是文有先后啊，先叙说他的临解之情，然后才说他从座位起来，并不是说他坐在座位里把这些都想过之后啊，然后慢慢的一二三站起来，不是这个样子哦，就在儿时就是即从坐起，看经要懂得这些道理啊，儿时跟即从坐起是同时的，讲这里时间哦，不要分成两段。即从坐起，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因为闻法的时候必定是坐住的啊，坐在哪里闻法，所以听经闻法坐住闻呐、心才静得下来，才能够得到真实法的利益。所以闻法的时候是坐在哪里听，现在要请罚，要要求佛为他显本啊，因为他不好说我是菩萨化身的，你们知道吗，他不能这样讲啊，由佛来说明啊，大家才会真正的相信而了解。所以如果有人学佛自称是佛，自称是菩萨，甚至自称得到什么，
那通通不是真的，那都是假的啊！真的绝对不会自己说啊，他不是老王卖瓜，自说自夸。既然不是老王啊，他必定不会自己说自己所得。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哎，我是菩萨呀，哎，我是有大神通啊，我能放光啊，我能如何如何呀”，这个都是假的，啊，那都是不是实在。如果是真的，绝对自己不会说。你们有金子吗？假如你有金子，你愿意摆在外边给人家看吗？绝对不愿意，财不露白啊，财不露眼呢，啊。如果你有财宝的话，必定是藏在你的房间里面、金柜里面哈，一层又一层锁了，一层又一层，绝对不会显露在外边让人家看的。所以，真正有所得的人，他不会显露出来。有真才者，绝对不会露出他的才学。他必定是很谦虚的。有真才的人都是这样，当时也挂汤嘴啊，挂汤嘴啊，哈，啊，有的都你弄酒，哎，当时会是会说的都是挂汤嘴啊，他的水只有半桶了才会咬啊，才会白，如果是满桶的就不会，那么因此他不能说我是菩萨法身，我过去如何如何，他不能这样说，所以他现在起来向佛。表达他的灵觉，也希望佛为他受记，同时希望佛为他显本，所以他从座位起来，到一佛前，出来到佛的法座之前呢，头面礼足，五体投地，拜到地面上，双手结住佛的脚底来接足礼，表示恭敬之极，顶礼之后啊，又站在旁边，屈住一面，却是退，进到佛前顶礼，拜好了，退在旁边，站在一面啊，站在哪里合掌啊？一方面眼睛看住佛，所以叫做瞻仰尊严，眼睛啊，因为佛坐在法座上比较高啊，往上看呢、啊、叫做仰啊，瞻就是看。眼睛看住佛，尊是佛呢，眼是佛面，看到佛的相貌庄严，那么目不沾舌，他眼睛一直盯住佛，眼睛一直看住佛，没有暂时舍离耶，目睭嘛无离一个呢，哦，哎，俩一金金花呢，哦，他眼睛很立的，一直往佛看，这个眼睛看就是用眼睛说话哟。他的眼睛就在说话呀，并不是只看而已呀、啊，他看就在说话啊、哦。但这个话呀，只有佛才能够听得懂的，我们听不懂啊、所以他的眼睛一直望着佛看，目不沾舌，没有暂时停止不看佛，一直盯住佛的这个前面在哪看。那么看的用意啊，就是里面他心里呀、啊。有话要说，他不能用嘴巴说呀，他用他的眼睛说。怎么说？看下文，下文就是他的眼睛说的话。那么就是跪坐下第二，续其默念灵觉，心里默念，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用心里默念他的灵觉实际情形。而作是念，世尊审其敌。审其特，所谓稀有，随顺世间若干种性，以方便之间而为说法，拔出众生处处贪着，我等以佛功德，言不能宣，唯佛世尊能治我等身心本源。这一段就是富罗奴站在佛前啊，那么望住佛，心里想的话啊，没有讲出来，内心这样想，而作是念，念就是心里的念头，是指下文啊。富罗奴拜佛，拜佛拜好之后，站在一面，眼睛看住佛啊，那么心里就这样想：世尊审其特。世尊释迦牟尼佛，其稀奇呀、啊！
四时一年说法，先三后一，先权后实，啊，随顺众生，啊，用种种方便说法度众，奇特、稀奇、特别、特殊啊，特别啊，啊，在平常看不到的，很稀奇、很特殊、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四十一年来所作所为呀、啊，世间上是很稀奇、很少有的，这稀有，所为稀有啊，这就是他心里默念啊，想着请佛为他显本而受记的意思。那么赞叹佛能够随顺众生说法，随顺世间若干种性，若干是不一定的数目字，不晓得有多少。佛能随顺世间众生应机说法，他领悟到佛能应机说法的情况啊，众生是什么根基他就说什么法啊，都能够随顺众生呐、啊、种种的千差万变的根性啊，他的种性就指他内心的种子，过去所种下的有漏无漏善法的种子，它的根性如何，在佛的这个法眼里看得清清楚楚明白，都能应机说法。以方便之见而为说法，权巧方便，知是佛内心所了解的一切众生的这个该说法的情况，见是佛的彻底的这个三明六通的究竟之见啊，那么完全了知一切众生的内心，他的根性啊，他的内心的种性千差万别，他的完全明白啊，好像眼睛看到那么清楚，所以叫做见。那么知道众生的根性而为说法啊，什么众生该说什么法，他的应机而说。由此啊，拔出众生种种处处贪着，众生内心所有的贪着呀，都能够把它拔出来。凡夫众生着有，爱着世间，我相不空，执着世间，那么佛就说空，用空来拔出众生有的执着。二圣人已经破出有的人我见了，但是他的法执很重，执着空的法执，那么佛就说幻有中道，来拔除二圣人的偏空啊。而全教菩萨执着中道，又生起法执了啊。那么由此佛为他破除中道的执着啊，双遮二边，双照二边，圆融中道，来使这个全教菩萨入实啊。所以啊，这就是佛的方便之见而为说法，能够拔出众生处处的贪着。这个众生就包含九法界，除掉佛法界之外，九法界众生通通包含在里面。菩萨是觉的众生，出世间圣人都是觉悟的众生，六道凡夫是迷失众生啊、那么所有的执着他都一一把它拔出了。这是大概叙述佛的度化众生的权巧方便。我的一副功德言不能写，我弗罗诺自称等与其他同类的下根的众生对于佛的功德呀，我没有办法用言辞来表达，言不能玄，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啊。那么唯佛世尊能治我等身心所念，只有佛才能知道我的内心所有的心念啊。例如说弟子们心里想什么，佛都是了了明白的。所以只有佛才知道。那么这是请具，也请佛为他显本，身心本愿呢、就是说出他是个菩萨，示现在人间
啊，以阿罗汉的身份呢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这一点呢希望佛能够为他表达出来，所以这都是他内心想的话，并没有说出来。这里有个问题，前面上这个法说一周立上根，上根人听过法说的道理之后，听到方便品之后啊，舍利佛用言辞表达他所领悟的道理，所以比喻品的开头啊，舍利佛叙说他的灵劫，清清楚楚，一一把他叙述出来。比喻说一周说完之后，四大弟子摩诃迦舍为首，也在信劫品啊用穷子喻详细的叙述他的灵劫实际情况，都用言辞表达。为什么现在富罗罗他不用言辞表达，而只内心想而已呢？而且他是个说法第一的弟子，他怎么不用言辞表达，而只用内心心念呢？因为主要啊，他不但是情迹，主要要显本，显示他的根本是菩萨化身呐、啊。这一点他不能说的，他不方便，不方便说。我前面也说过的啊，他不方便自己说，这必定只能用内心的心念，佛会知道，由佛来替他说明。他不方便说，他只好用心念啊，所以不用显明的文字表达出来啊，不用当时的言辞表达，用内心的默念。原因就是要请显示菩萨他行菩萨道的根本，所以后边就说内密菩萨心啊，外现声闻身。为了这个原因啊，所以富罗罗他不用言辞表达，用内心的默想来祈求佛来替他表达，这是一个。那么前面上中二州的弟子开悟之后，他们为什么不请求佛来显本啊？这是第二个疑问。富罗罗到了第三周，因缘说这一周才请求佛来替他显本。那么前面上中二周他的境界更高，他为什么不请求佛来给他显本呢？舍利佛、目犍连他们、摩诃迦舍他们都是菩萨化身呐、啊，为什么他们不请求显本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显了，现在下根呐、啊、就会觉得啊，那他们没有份了。变成只有上中二周才是菩萨视线，下根就变成不是了。所以要等到下根受记的前面呢，才来说明他的请求。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个时候他到下根才显本，原因在这里啊。
是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戾之气，促进社会祥和。步入杀生行业，照恶报。在香港，有对张姓夫妇开了一家海鲜餐厅，生意特别的好。王老板，您来了呀！里面请，里面请。今天还是要吃鱼吗？如果要的话，我这就帮你选条最大的鱼，现杀的，保证新鲜。哈哈哈哈，好的，谢谢你。老板娘，今天的虾子新鲜吗？柳太太，你来了，请上二楼，二楼有好位置。放心吧，我们这里的虾子绝对新鲜。好的，我相信你们的东西都是最新鲜的。为了保证餐厅里的新鲜海产，张先生每天早上都得现买大批的活海鲜回来。老婆，海鲜都运回来了，快过来帮忙啊。好的，来了来了。由于张先生餐厅里的海产都非常新鲜，所以很多人都会来他的餐厅尝鲜。有时候一天下来甚至有几百位客人，所以每天都需要杀害上千条的生命。洪老板，您来了，请进，请进。想吃点什么呢？有新鲜的鱼吗？有啊，有啊，请您跟我来。洪老板，您看，这些鱼都是今天早上才刚运到。您看喜欢哪只？我们都现杀的，很新鲜吧？就它好了。好的。我这就捞出来现杀来料理。嗯。小黄，把这条鱼杀了。好的。在张先生的餐厅里，小黄是专门负责杀鱼的，他会先把鱼打晕，然后从肚子一刀切开，将内脏取出来，再把鱼鳞刮干净。有时候鱼甚至在被杀后过了很久都还有生命力，仍会痛苦地挣扎。嘿，这条鱼命还真够硬啊，竟然还没死。由于每天都必须杀上数量庞大的鱼，小黄早已麻木，面对这条挣扎求救的鱼也已毫无感觉，随手就把这条鱼放进温度极高的蒸笼里，活生生地把它蒸熟。洪老板，你要的鱼已经做好了，帮您做了道清蒸鱼。多谢呀，张老板，你店里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了，瞧这都客满了。今天生意格外的好，因为不远的那家刘记海鲜城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没营业，
所以大家都跑到我这里来吃饭了。怎么，你不知道吗？发生什么事了？听说昨天晚上刘老板出车祸死了。啊，刘老板死了？怎么会这样？在这里开海鲜餐厅的老板已经接二连三地死了好几位，这让张先生感到十分疑惑。真是奇怪，在我们这里开海鲜餐厅的老板怎么都经常出状况啊。老公，你可要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事啊。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张老板，我想要辞职了。啊，阿健，这是为什么？我在这里全靠料理海鲜来赚钱，赚的都是杀生害命的钱。如果我再在这里工作下去，我怕会遭到报应。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些鱼类也都是一条命，一样有强烈的求生意志。杀它们、吃它们的时候，我们于心何忍？我扪心自问，如果当别人这样杀我，我能放过他们吗？你是说那些被我们杀来吃掉的生命会让我们遭受到报应？是啊，老板，你看这里做这一行的老板，有的年纪轻轻的就死掉了，还有一些身患疾病，看医生也看不好，难道这不是报应吗？阿健的话虽然让张先生有所感触，但是他还是舍不得放弃海鲜餐厅的生意，依旧每天以杀生来赚取金钱。然而几个月后，张先生的身体经常感到疼痛，而且常常做噩梦。张老板，张老板，你害得我们好苦啊。谁？是谁在那里？张老板，你害得我们好苦啊。张老板，你害得我们好苦啊。你们走开，快走开，不要过来。好痛，好痛啊，痛死我了。老公，老公，你怎么了？老婆，我刚才梦到好多鱼虾朝我冲过来，撞得我身体好痛啊。没事的，只是个梦而已。可是我真的感觉到全身疼痛。什么？你的身体又感觉到痛啊？我们明天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啊，虽然张先生去了许多家医院和诊所检查，但都无法治好这个怪病。哎，去了那么多家医院，吃了这么多药，竟然连一点效果都没有。老公，难道真的如阿健说的，我们靠杀海鲜的血命来赚钱，赚的都是杀生害命的钱，所以终究要遭受恶报吗？或许阿健说的有道理，看看做我们这一行的身边有多少家庭破碎身患疾病的。哎，难道我这也自食恶果了？老公，不如我们关闭海鲜餐厅吧。嗯，好吧。就这样，张先生和太太结束了他们经营多年的餐厅。咦，张老板餐厅开得好好的，怎么说关门就关门了呢？听说张老板最近生病了，他认为是自己开餐厅每天杀生太多的关系，所以才决定关门改行。哦，原来是这样啊。过去常听人说从事杀生行业常会招来不幸，如今看来一点不假呀。对呀，看看我们这里的海鲜餐厅，就有多少家老板遭到不幸啊。唉，由此看来，杀生行业真的是不能做啊。是啊。张先生知道了因果报应，开始劝说身边的人不要再犯杀业，自己也积极参与护生放生的活动。不久后，张先生的身体就完全康复了。